一位房产中介的朋友向主播透露，真正会买房的聪明人才会选择二手房，主要是因为四个优势：一、真实可见；二、手房能随时看房，用电到用水能详细查验；二、手房周围的楼栋都已经建造完善，购房者能一次性观察到房屋的采光视野；二、配套成熟，二手房周边基础配套完善，交通道路规划成熟，各种资源丰富，生活品质得到保证，工作学习出行便捷，自住体验度高之外，房子的保值性好，未来溢价转手的几率大；三、容易捡漏，二手房有两类容易捡漏的房源：一是房东急于套现，会以低于市价出售，如果有意向购买，还可以适当压价。这位是庞泽川老师，庞老师是位职业预测师和风水师。如果您对自己的事业、感情、前途有什么疑惑，欢迎关注庞老师公众号 WNM6768。见了拎包入住，不像新房，可能要等几年才能入住。如果遇到本身装修比较好的房子，也不用进行大翻修，一定程度也省下了资金。